手指魔术师历时七年，2014全新启航。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。是的，今年呢我们不设主题，但是每个作品必须用到8厘米的海洋球。哎，那在
在接下来的每一期节目当中，我们都将会展示一位获奖小选手他们的作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木木，让他来介绍今天展示作品的小选手。有请小选手张佳悦，小名笑笑，今年七岁，来自天津市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佳悦，今年七岁了，我来自天津。这是海河，是天津人的母亲河，我喜欢乘船游海河，海河两岸风景优美，如诗画一般。这是天津之眼，是天津地标式建筑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，它有35层楼房那么高，在上面能看到周围40公里以内的景物，漂亮吧。手工作品，帅气的坦克。大家好，我叫笑笑，今年七岁了，这位是我的手工搭档，我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欢迎我们的笑笑小朋友和他的妈妈，欢迎你们。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小鱼小朋友和他的爸爸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鱼，今年5岁了，这是我的手工搭档，我的爸爸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。哎呀，这个小鱼和爸爸坐在一起，我看非常的有意思啊。小朋友哎很瘦小，爸爸小小的很魁梧啊，但是呢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温馨，很温馨的一个场面啊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是不是也和你的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一起，准备和我们一起学做手工作品了呢？别着急，在做手工作品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点准备好，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。做手工找材料，我们一起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东找找西找找，我们材料找到了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海洋球、包装好的纸盒、各种颜色的海绵纸、瓶盖、吸管和瓦楞纸条。笑笑小朋友，做这个手工作品我们应该先从哪开始呢？首先我们拿出一个包装好的纸盒，做坦克的主体。哎，我们看到笑笑小朋友这个纸盒已经提前包装好了啊。当然了，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包装你的纸盒。同样我觉得用不同的材料来包装，或者在上面画上漂亮的图案都可以啊。总之呢，把它们装饰得漂亮一点就可以了。说的没错。我们拿黑个海洋球，做炮塔，我们将炮塔和主体进行连接。这一步我要请妈妈帮忙一下。我们在纸盒靠边的位置画一个小圆，这个小圆要比海洋球小一些。然后我请纸杯帮忙比着画，用裁纸刀把小圆切下来。之后就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我们做炮管，我们拿出一个吸管和一个长方形的纸条，我们在长方形的纸条的两端贴上双面胶，留出一块距离，把吸管放到上面，卷得越紧越好，这样才更形象更逼真。哎，笑笑小朋友呢用吸管做了这个炮管啊。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，你们开动脑筋想一想，除了吸管以外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呢？用铅笔，用筷子。哇，真棒，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啊。其实这些都可以，我觉得呢首先是比较容易找到的，自己身边能找到的，其次呢和这个炮管的样子比较像的，很容易能来做的就可以，让我们一起动手来试试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炮管和炮塔进行连接，
我们要在炮塔的这个位置挖一个小圆，这一步我要请妈妈帮忙。这个步骤啊，要给小球扎一个洞啊，我们要用到刻纸刀了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步骤是有一点危险的。我觉得这个步骤小朋友就不要自己来做了，让爸爸妈妈来帮你们完成吧。挖好洞以后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将炮管和炮塔进行连接，这样坦克的大致形状就做好了。小朋友，你看这辆坦克还差什么呀？坦克还没有轱辘呢。你真棒！接下来我们做轱辘，我们拿出一个瓶盖，在瓶盖的背面贴上双面胶，贴在这个位置上。这边做好了，然后把这边也做好。做好了就是这样的，接下来我们做履带，我们拿出一个瓦楞纸条，在它的背面贴上双面胶，贴在轱辘上。这是坦克的履带。做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呢，我想和电视机前小朋友多说两句啊。这个履带是坦克全身上下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，比较有特点的一部分。对，因为这个履带啊，不仅能够帮助坦克在比较平缓的正常的路况下向前行驶，更可以在比较崎岖、比较泥泞的路况下也能够正常的行驶。所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，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。小朋友一定不要忘了把它做出来哦。做好了就是这样的，接下来我们给坦克装饰一下，我们用纸杯画一个圆，然后再画一些花瓣。我们把它贴上双面胶，我们把它粘到这个位置上。我们用双面胶将炮塔和主体进行固定。装饰一下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五角星。小朋友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，把五角星贴上去。我还给坦克做了一面红旗，我的坦克能打出好多好吃的糖果，我的做好了，你们的呢？我们那也做好了，我和绿泡泡呢共同做了一架直升飞机。对，跟小朋友做的不太一样，我们这个是直升飞机啊，不得了啊。这个小朋友坐的是在地上走，我们坐在天上飞呀，看这个色彩运用多么好看。是的，来看看它的造型。哇，是我跟绿泡泡设计的啊。嗯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飞机头有点大啊，和我们一般看到的不太一样，而且呢这个飞机看上去有点像弹筒冰淇淋。小朋友说对了啊，因为这架飞机呢，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就叫甜筒号。我以为叫弹筒号。都可以，开个玩笑了。其实我们坐这个飞机呢，我们看还是非常的可爱的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造型我觉得是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喜欢。上面呢我们还贴上了红色的五角星，非常的神气，对不对？很神气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小鱼小朋友做的坦克啊，虽然是坦克，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颜色略有不同。对，它这个是蓝颜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小鱼，你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号呢？小鱼号。这个坦克叫小鱼号。对，听上去虽然少了几分威武，但是多了几分这个可爱啊，非常棒。棒。
哎，那我们大家都已经学会了啊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今天这个手工作品？哈哈，木木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用包装好的纸壳做坦克的主体，然后在靠边的位置割一个圆形的洞，放置炮塔。第二步，做炮管，在海绵纸上粘上双面胶，把吸管留出一节粘上，卷成卷，然后把炮塔剪一个孔，和炮管进行组装。第三步，用瓶盖做坦克轱辘，粘在坦克的两侧，并用瓦楞纸做坦克的履带，粘在轱辘上。第四步，用海绵纸做花瓣和五角星装饰坦克，再给坦克放一个小红旗，这样一个帅气的坦克就做好了。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。好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张佳悦小朋友的作品《帅气的坦克》在2014年手指魔术师手工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奖。好的，再次恭喜我们的张佳悦小朋友，恭喜你！啊，太棒了！好的，小朋友们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展播手指魔术师手工活动的获奖作品。是的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因为精彩呢会一一为你呈现的。是的，那最后呢，让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，一起来说再见。再见。我很高兴能见到红果果绿泡泡，从今以后我会做出更好的作品。就是你，快点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跳舞吧。给一个纸飞机，和小咕咚一起来玩吧。对。
们都有一架纸飞机。小朋友们，听我的口令哦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就飞喽。准备好，一、二、三，飞喽！小朋友们来信了，我们很高兴。小朋友们来信了，我们很高兴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。咕噜咕噜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咕咚。铃铃，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叫铃铃，我能念念话、看视频、聊作品、听微博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哦。嘿嘿，咕噜咕噜，绿泡泡，铃铃，小咕咚今天好高兴，好高兴呀、啊！小咕咚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了。因为今天啊，我们又要公布幸运小观众的名单了。对呀对呀，铃铃，好的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他们是辽宁省大连市吴婉静，江苏省南京市景直中，海南省海口市廖翔宇，天津市北辰区刘兆晕，辽宁省葫芦岛市史灵溪，重庆市南岸区陈子琪，河北省唐山市张文硕，上海市徐汇区严喜航，河南省信阳市徐米多，湖北省黄冈市陈子涵。恭喜啦！那电视机前还没有给我们来信的小朋友，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写信吧。凡是来信的小朋友，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！咕噜咕噜，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？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！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，艾特我；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，艾特我；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，记清地址一定要记牢，要记牢哦。北京市幺零三八信箱，一二三信箱，智慧树栏目不动手，雅不动手，邮政编码是幺零零零三八啦啦啦，小朋友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